这是我们针对一个点，就是针对那个屠夫，他是一个卖肉的，他们环境清道夫哈、哦，就是说，或是你可以想一个什么，这是我帮你下的标，可是你可以再去润它。比方说，你可以针对一个相关语，我们本来都是这个清道夫嘛，对不对？可是这个相关语就变得很对语，有没有？人家是清道夫，可是这个肉商他却变成了清道夫。对，或是捉拿环境清道夫，或是寻找环境清道夫，或者是什么什么环境清道夫之类的，或是什么清道夫，比方说厌男清道夫什么之类的，就讨厌的男生，厌男清道夫类似这样。然后针对他就说他那个丢下去的举动会怎么样，然后那个下水道会怎么样，然后因为什么垃圾清运等等，可以发展成一个主题。然后甚至人事史地物可以想象很清楚，但是不要把它写出来，可以说在哪一个市场啊、哦、几点。比方说你的开口就是说清晨四点半，然后你访问的人是变成描述，假设、哦、天还没有亮，好，那个谁就准备起床去观察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华南市场的那一位什么喜欢乱丢垃圾的人，他的垃圾不是别的，而是一块块的肉，然后这一块块的肉会怎样呢？就是可以去深度的去挖它，因为你这边有两个动作嘛，对不对？去商家的时候啊，那个请你多加水，是不是 ？OK， 好，接着就启动电源。OK， 那因为这个聊起来的话，这个会比较有环境冲击性。我会选择两者，会选择这个比较有意思，然后去问说下一步你是不是有什么动作，要不要检举他？因为你的问题就会启发他的一些。对对对，就是你用这个点去。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刚讲到清道夫，所以你在动笔的时候你要把它写下来。但是你写的东西要注意，就是不要被你的对手看见，不然他会偷你的 idea。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点，所以还蛮有意思。他没有讨厌的人，可是他讨厌这个举动，大概是这样，好不好？建议，谢谢。那你的受访者是美女，好，请。哦，讲过了，好，谢谢。好，还有哪一组要来的？有些双关语可以把它加进去，好，自己可以。去寻找一些谐音或者是，来吧，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梦想，两位梦想的女孩，请到台前来，谁要先？各位回去不要放弃这张新闻稿，我需要把它发展成600字哦，哈，600字，你可以更深入的采访，利用课余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时间。那如果600字你把如果你觉得600字太长了，500字就好了。好，注意人称的写法，还有你的标题，可以把它改好。来，你的题目是？我们抽到的题目是生命中的梦想。那受访者是张景云，他期待台湾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包括社会及更多人的关心社会议题，不让不正义的事情发生。参加了社大的课程，影响了他，感动了，那些事件感动了他，然后对台湾的影响及了解环境议题的重要性。现代人把促进经济列为重要，但却破坏环境。那至于包容的部分，他是讲到他有一些朋友，像社会上的一些同志，不是。不被社会平等对待，生命中最大的梦想是可以让每个人包含弱势的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不以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对人，需用更包容尊重的态度接受不同意见。这太难给评语了，他叫做君大道梦女孩张景云，天下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之行，敬礼。好，我们看到你都要敬礼了，因为我们叫景云，你要叫敬礼了哈。那个大道之梦，真的太厉害了。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哈，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不错，你有一个怀抱社会的梦想，参加社大的课程。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继续追问，请问是哪一堂课程哈？那谈的什么问题？然后这个议题呢，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不公义？然后呢，你本身哒哒哒哒，然后就把追问更清楚一点。比方说，2013年10月1号的这个晚上，张景云
在参加社大的课程中回忆起他在上个学期的9月3号参加了一堂社会正义与讨论的课程。这堂的老师呢叫做什么张正义，他带着一把除妖刀到了课堂上，然后这把除妖刀呢挥剑斩魔啊什么之类的让他也兴起了一股熊熊的燃烧人的欲望，他想要燃烧他心中的，把他的怒火化为正义，跟随着剑锋什么锋芒射出之后就可以改善社会的弊病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感觉，好不好？我们把它更具体化。然后那个堂堂他，我们也要注意要把景云这个人，如果说张景云表示他最喜欢的课程是社大的课程，因为改变了他的生活，然后张景云认为什么什么什么，好不好？表示啊，认为啊，指出啊，强调啊，说啊什么的，这些我们都可以替代名词。好，那这个以后我们就会谈到。谢谢，我们邀请大道女孩出场。耶、yeah, ，要起立吗？真的很大道，为什么？天哪，我们说为什么好恐怖？你来了，我有做什么坏事，会不会被你的照妖镜这样子？好，我们的大道围巾女孩，气势，好不好？气势。好，那我要就是讲，就是，我同组的伙伴树林的梦想，亲子共学让孩子发挥影响力，学习只能在学校吗？张树林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认为孩子可以从课堂外认识更多东西，所以参加了亲子共学促进会，带着孩子一起游戏，并一起了解公共议题。促进会中也有人会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游行，让孩子接受不同面向的资讯，孩子也能影响他人。张树林说，在共学的过程中，不仅孩子学习，父母也在其中获得成长。他希望这种共学的方式可以推动让更多人知道，让孩子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谢谢。让人心，来来，就看上去，光姐真的很漂亮。好，亲子共学让孩子发挥影响力，我觉得标题有点长，但是呢，我觉得你的文章当中有两点非常适合搬到主题来，在游行让游行变游戏的母亲，那叫做树林，好不好？让游行变游戏的母亲。张素玲好不好玩？因为他亲子共学，好，我把他的眼睛抓出来，因为你现在是眉毛，我让你有了眼睛，好不好？就是亲子共学，你在中间可以带到。同样的是他太多了，好不好？他希望这种教学，张素玲希望这种教学，这种亲子共学的方式可以推动让更多人知道，或者是说我们把它换一下，可以让更多人一起享受其中的乐趣，因为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你要写的怎么样可以抓住我的眼球。就是享受其中的乐趣，让游行，比方说哪一场游行，它怎么游戏，我们针对那个小田再往下深入，好不好？这样子，你这样可以吗？这样子，我不懂你的，看到你那个不尽理解，这样哈。好，下一组，下一组，来，欢迎，这一组最快了，你们很客气，最后才，待会是你们两位哈。你们我没有忘记你哈，所以你要看完整。来，行，我们这个题目是，题目好像是什么最想追回的哪一过一段过去生活记忆或是什么回忆之类的，所以我的题目就很直白，就是最想追回的过去。好，我是访问这个周明辉大哥。周明辉高中时期住在迪化街，那是移动日据时期的重冈处，也是他人生最想追回的一段过去。那间后门打开就是淡水河的房子，最辉煌时期曾经住了50几个人，即便拥挤的生活空间，但每天都和家人亲戚碰面，有聊不完的话题。第二段，身为家中幺子的他，和父母及6位兄姐住在一起，每天围着圆桌吃饭，感情极好。家中并不宽裕的他，父母管教甚严，像是偷东西时被母亲发现，三进的老房子、阁楼、厕所都是玩捉迷藏的好所在。最后还是免不了睡觉时被妈妈逮到，当藤条不断落下，只得猛抓着棉被躲。
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有趣又感动。第三段，在那间老房子也是周大哥打开人生眼界的地方。梨花街人来人往，邻居均是开店的生意人，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看到听到学到的点滴，至今仍很受用。高中时期住在梨花街土嘎土的那段回忆，到现在仍然是令周大哥最怀念的日子。完了。好，那就看就看。谢谢。你的文章非常优美，而且视野非常的广阔。然后我实在很难给你建议，我唯一能够给你建议的就是大哥，我们通常不要这样写，因为新闻稿当中这两个称谓可以拿掉。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写他的名字，那可以跟他很熟，你可以叫他明辉，你就是周明辉，因为你是第三者，你要介绍他。然后我们再想一想，有没有人可以帮他取一个还不错的标题？因为太可惜了，他怎么这么漂亮，就忘记把那个脸上再把那个刘海拨起来，让大家看清楚他的眼睛。就是他这篇文章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感觉很漂亮的男孩啊。而且他的童年记忆非常的，我想到一个不是很优啦，不一定平常。那些年五十个人一起吃饭的日子，但是有点太长。就是那些年嘛，就让人家觉得那些年一起住的土高处，不错啊，有没有觉得比较好？有没有？有没有觉得那些年一起住过的土高处什么什么，或是为童年的记忆开窗？哦，好烂哦，反正你一定会想比我好了哈，我都想不出来。OK， 好，那你跟他讨论一下，觉得哪个标题好，你改一下。巴黎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把大哥的称谓拿掉。好 ，OK， 很好，来，那就土高处的记忆的，好，来来来，请，不要客气。好 ，OK， 来，不要客气。Lady first， 这篇写的还不错哈，我们有没有感觉很完整？我写的是阿和的。好，那我的标题是一位正义女孩发现自我的青春岁月。又要起立了。那第一段。环境大升公民记者课程，历经环境大升公民记者课程时期的资深学员，曾在绿色和平组织为地球公民发声的省会和他如邻家大姐姐般的亲切，充满刚正气息的热忱，对我很多时的心声也获得同时吧，有点不完整。我们似乎也总能从他的身上，沾染一些对于生命的热情。雷光下的一段歌词，这是属于我们的巴黎年代，说明了惠俄古沾那段光辉的时光。身上台北工专的他，从枯燥的国中升学班解脱，但主科目的电子科却非他所爱。然而他加入的社团慈幼社却将他的古专生活转化为一段难忘的时光，让他找到真挚的友情，并从慈幼社的服务中看见真实的自我。慈幼社的多元训练与活动内容让他有机会第一次感受服务的成就感，他人对自己服务的直接回馈，以及开始思考弱势小朋友的处境。在启聪学校偏乡的课程辅导经验，他用心感受并开始试着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他人的生命。每一次与社员的服务与相处，也让他找到心里的港湾，并有了表达真正自我的舞台。先引述，现在写很多，写完最后一段离开括号，现在朋友说我的，说我白目直接，我想都跟当时有关。然后彼此感情的真诚与朴实，让他直到现在似乎都未能找到可以比当时相比更深刻铭心的友谊。在慈幼社的这段经验，他更发现自己的善良的心、服务的热忱与自己的使命感，可能也因此决定了他今日热爱服务他人、回馈社会的生命道路。谢谢，谢谢大家，留不留我？谢谢。